重心分清楚，走下一个动作，整个上一个动作给你一个条件性。金刚脑袋疼，如果你不认脚，他妈他这个下一个这个就是放你虚脚。如果你震脚，一震马上变成虚脚。当你第二个动作开始动作的时候呢，左腿是实，右腿是虚。那么你整个动作，你看手就伸了，他不是挤着眼睛在，也就是人家讲的摸鱼。所以他不了解咱们情况，认为他也就是摸鱼。这个男的真的是摸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他是人，他是整个动作很潇洒，都是老头老太太干的。他挺年轻，说实在，他照样汗流浃背。虽然有些是他不是纯的，都是老头，这是一种科学。哎，武术不是跳舞，对，所以这个有，所以你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别压，你这个他是随他走的，所以动作他能不协调。